黄的油给它去掉。盐杀毒去异味儿，充分的洗净备用。姜汁儿，来点生抽调色，把抓好的料汁儿啊倒入鸡肉中，喂出来的鸡肉啊更香。来点蚝油提鲜，盐，发的时候啊也是给鸡肉做按摩。这样的鸡肉又鲜又滑嫩，扣上保鲜膜腌一个小时。老抽、调料酱、土豆粉，加清水，给它搅匀备用。鸡肉里，我们给它按摩，肉质更鲜嫩。这边按完了，给它翻过来，来按按这边。先放电池，多倒一些油。小火煎至10分钟，定型后翻个个，两面煎至金黄，倒入料汁儿，盖盖焖5分钟。现在已经好了，收收汁儿就出锅了。现在咱们出锅了，兑点红辣椒，再撒点芝麻，嚼起来更香。美味的软炸鸡胸做好了，香而不腻，用料简单，制作呢又不复杂，喜欢的朋友就来试试吧。